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欢乐斗地主》经典新手挑战赛。啊，好了，它最近有豆子还比较多，20000多的豆，因为都是打那个竞技赛，打竞技赛好像赚豆子还挺快的，特别是打那个赖子模式的。啊，现在开始第一局我就摸到4个4，有个炸弹。啊，这个牌还不错，有炸弹，地主没叫到。看一下，现在是地主的牌是有30锭，30勾。啊，一下子要是10给我的话也不错的，7、8、9、10，丁香 K 有的什么都可以。啊，现在只能一张一张打了。他打什么我打什么，只要能带过他就 OK。 2K7 给我的话好像没什么多大用，但是给我个10就好了。哎，上一把好像也是缺个10，这把也是缺个10。其实我是可以10，我就少一个10，要有10我应该就可以压制住他了。我的队友应该是叫紫色天空，大你啊，两个连的顺子都是到顶了，但是肯定要不起了。我又只能一张一张打了，他打什么我打什么了，反正从小打到大，要不起，看来小王在他手上。小王还不出来，居然这么舍不得出小王，看他单排可能也是比较多。我就不要，我队友打的不能压他吧，对吧？不行，这个，等一下，暂时先不要啊。我只有两张牌了，注意要不起。我剩一张牌了。剩下应该可以过，我直接一个大王压下来，再一个3。我剩两张牌了。大王，不要。他早点把小王打掉，看来还不要等到后面，这一把被我大王压住了。小王应该可以早点打的，他还等那么慢打，对他也是醉的。现在又是一把好牌呀，3、4、5、6、7。抢地主，抢。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抢到一个好牌。不加倍，不加倍。4、7、9、9、7、4，这个牌呢我没什么用。啊，我接对8，我可以3带1就带完了。看一下我队友没有。对 K。不要，看一下对方怎么打。对尖，他对尖下来我就对2。我先把小的打掉，然后我上面的大的单排也就能去掉一些。有没有小王？没有小王。看有王炸呀，大小王都不下来，都不舍得下来。他2下去，那我就2最大了，1最大了。
今天是最大的，没有人有二了，我三个二，刚才二下去一个，啊，直接可以托管了，就剩一个二，只要有单排基本过不去。啊，王炸在我队友手里，这一炮炸要爽了。剩下三千多波，看一下，炸一炮炸了七千多波，啊，豆子也达到两万七，现在排名第十三。好，你刚刚淘汰了一名对手，系统正在为您安排本局对手，请稍后。哎，刚才队友还不错，最后留了一副王炸，还好是在王队友手上。刚才他都那么差的牌，居然敢叫地主，好像有四个九，肯定可以叫。哇，三。又来两户炸，然后都是三个，直接加倍，这么排应该是可以我赢的吧，超级加倍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啊，这飞机一下，啊，把小牌都带走了，然后再带一下，啊，剩下直接可以炸了嘛。如果他不炸的话，我直接一个二都可以把他们打春天了。啊，他不压我的话，那没有三个的话，哎，因为我要怕上次有一次就是打这个大小王，到时候居然把大小王给拆了，哇，对方还有四个八，哇，这一把一下子炸到九万多分，啊，豆豆变成三万五，肯定是两户炸，如果再来一个春天的话，那就爽歪歪。这如果来个四的话，或者来个四和勾，那个牌就很好了。啊，来了个勾，没来个四呀。哦哟，对方居然有超级加倍。好，现在我现在暂时是排名第一。刚才一炮炸要把我炸了排名第一。我犹豫啊，到底要不要出，还是出了吧，反正我这个牌又不能一口气打掉，现在我是地主，我不打的话他们等下会一直那个来挑逗我，所以说是能打先打掉一点吧。这把可能会输啊，有点危险。啊，对，可以对尖，没有对二了吧，除非有炸弹。果然是出了王炸，哎呀，那这么快就出王炸，不要，他刚才是超级加倍，顺子，看来他牌很好呀，要把我压死在这里，三，六，还可以再出一张单牌，去掉一个九，现在直接对子，然后三带一就 OK 了，顺子，哎呀，过不去，跳不起，六倍多，看来这一下输了。啊，输了一下子两豆子变两万多，分就变成七万多，啊，不过暂时还是排名第一。要是能一直排名第一就好了，感觉这个，可能是后面他们很多人还没打出什么大的炸出来吧，要不然可能第一名肯定早就被人抄掉了。这种牌肯定不敢叫地主了，一个二都没有，而又不连胜。这个 2K9 给我的话，也没多大运出，反而还增加累赘。现在单排大的单排都打完了，我现在就只能打对子了。今天都最大，都把我压住了，他们下小王好像都没下来。哦，不是，他是地主，我不是地主。刚才差点把自己当成地主。直接压着他打。
这把还是有危险，可能又要输了。刚才前期有点看错了，居然把自己当成地主。哎，也没办法赢了，对方有一副炸留到最后，直接一炮炸，我们都输了。他故意等我们一直打啊，不过暂时好像我还能，暂时还能排名第一，连输了两把，分数好像没掉多少，就是豆子掉了很多。254的话，哎，其实真的也是，也给我也是没什么用。现在这个打的话，我345又出不去，现在只能对三对四的打，啊对七，是今天三个尖，这一打就打这么多零胜。啊，我们好在我队友给力啊，直接打了两个就胜。这个肯定没有了吧？会玩炸。鼓励一下队友。他果然把玩炸的冲下来了。这不是等胜风吗？我随便压一个他，压制住他就 OK 了。啊，现在反正牌我都不用打了。直接出能压住他的牌就 OK。他90丁签啊，哎，大小王在我手上哎，我这是一条龙连到头顶的，杀了一个钩，看看能不能抢到钩尾，哎，果然抢到钩了，这个牌可能要拆了，那就是剩一对五，然后89丁签 K。还可以，反正打这个斗地主，基本是很多人也是靠运气，能摸到好牌的话就好打，摸不到好牌，只能靠队友。哎，这个刚才也不敢加倍，因为这个牌不是很顺。那现在倍数也到了360，直接二。二他们是都没有的，再打一个八，只要让我 K 过掉，他就输了，因为大小王最大。OK， 九都不要 ，OK 直接炸了。他有二也不出，他留着当对子出了。现在我已经要十几万分，哇，十几万分我才排第二名。刚才看到有人在这里面打了一把很高的分数啊。这个牌不好打呀 ，K13，K13那来，哎，没有没有。如果这个抢地主是输得很惨，现在只能一张一张拆着打，这把可能没怎么赢的胜算，没胜算，只能慢慢拆着打。小王，不要！哎，大王居然不下来。九，哎 ，K 都不要了。哎，我把自己队友给压了。我再打个单牌给你吧，让你再过嘛。三八，啊不要，我没有。
不要，要不起。三四十。哎，大王先留到现在出了。对四，对五。对 K 有没有对二？还是对尖？对啊，果然是对啊，这把就轻轻赢了。对，因为没有炸，所以分数不是很高。还是排名老二，刚才排名老一的好几把了，然后到现在就分数都突破十几万了，一直排在第二。啊，又有大小王，这位是我地主，完了，这个牌有点不好打的呢，这三九十零千 K， 哇，三个八带一对也可以啊。啊，我再三个连上去，啊，九十零千 K， 那就可以，刚好还大搭一起，啊，就可以剩两个单牌，一个九，一个我将二压制住，然后再一个顺九，就赢了。应该这把应该是可以赢的吧？除非他们有炸弹，有炸弹只要能让我出一张单牌，我也能赢。啊，这把我赢了，我大小王在这里了，可以托管了，可以安心的休息一会儿。OK， 十三万分，十三万了，现在排名二，还有二十六个人，然后系统正在安排队友，现在又淘汰了两个人，又飞到三万多的豆，这个牌不叫了。因为看不到什么大牌，叫了也浪费。加倍，不加倍。二圈六，二 Q 六，六给我的话就三六三七，二给我的话八九十零千 K， 因为我还多一个圈，多了两个圈。飞机，现在就只能靠队友了。三带一对，反正我这个烂牌，都出不了什么好牌。要不起。快点儿！卡住了吗？这么慢。我就这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哎，不要。这两张牌是什么牌？大小王。八都不要，难道是那很差的牌？这下不好打了，队友不出牌，可能队友的牌很小呀。你要打一张牌出去啊，非要我拆牌，没办法啊，最大的就是尖了，我已经拆了。哎，微信不认。还有啊，还被压打，好像最大就是 K 了。哎，好在我换队友直接打了个 DK， 啊，给力啊！他对方一个玩炸，这把是现在是排名第三，啊，等待那个晋，应该是可以晋级的，晋级应该是六对吧？还有人在这里，预赛120进12，等待晋级，决赛第一轮12进6。即将开始，我应该是可以进入决赛第一名，就第一轮，然后打一把十二进六，反正怎么说应该是能打最低也能达到十二名。还有一桌比赛，还在那等待晋级下一轮，剩余一桌。
哎，这等要等半天啊，等他们打半天。有的时候他们打牌还打得挺慢的，哎，先于零桌了，恭喜晋级。啊，上一轮14万转换的积分才1800，开局就4个亿，可惜后面的牌并不好呀。因为打到晋级上面了，已经在前面，暂时还是打保守一点。但越打到后面是越要谨慎一点，谨慎叫地主，一不小心很容易被人打到后面去。怎么不打呀？打，等那么久。小王过。大王。大王过。嗨。我就等到最后来给他致命一击吧。这 K 应该最大了，怎么还打对子呀？你不会打几个小的单牌让我过一下？对八，对九，看，对缺，对二，要不起，对二都出来了，有没有炸？没有大小王了，我这4个1应该算最大的炸。哎呦，他有4个7，不要，他还有5个单买，让他走吧。对 K， 哎呦，对 K 没有。过，我就2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哎呀，就剩2张牌，这怎么打？应该可能有一个二吧。这个打不过他呀。快点啊！都等了我花都谢了。就不知道队友有没有对子，我可以打个对子，他都不能接得到，可能就能赢。但是接不到的话，这把就输了。前面不应该让他那么做的，前面对子的时候，我应该可以把这个直勾圈给他拆了。我出一张牌了。哎，真的出二，不能让你跑了，只能出炸了。对三，交给队友了，有没有对子接走就赶紧接走。我丢2张牌了。好，注意，不要了。还有没有对子？我去打个三，这怎么打？圈。最后还是要拆牌，但是拆了之后还赢不了，他就剩2张小牌。哎呀，他刚才就不要接嘛，接好像这把也是输了，基本上是输，我们都过不去。叫地主。不讲。我还以为他有什么牌，原来3个4。这个牌又有点问题，又有危险啊！不加倍。没有二，有点看不到希望。顺着。不要。烂他一把。现在我已经掉到第7名了。再输2局，我基本就要被淘汰了。刚好可以接到。鸭子，鸭子过。鸭子。还有我换3个2都下去了。3个1，3个2，那现在2-1，可以多。3-1，那应该称霸。要不起。对七。开了打，也要把他打赢。不要。有单牌，我也不会让他过掉的。我就2张牌了。二爷大王压住他。不要。过。他是
对子吧，应该不是对子，出个对子给他，肯定没有啊，终于赢了一把，赢了一把，现在啊，现在还排名第八名，还可以再打一把，就是反正进入了十二名的话，就可以都可以打三把啊，不管你分数多少，反正都可以打三把。啊，最后一把看要不要拼一下。不想。哎，不是我不抢啊，是他们都不要，所以把地图让给我。不加倍。哎，如果到后面他有抢的话，我还不一定会不会要。大你。啊，好在又多了一个娃，大玩家有两户炸，两户炸的话，等待一下看一下。对方什么情况？这么慢还不打牌？不要。离婚才500多分，应该是落后吧？七。啊，这个七给我多好，我就三户炸。八。然后赶紧把单牌能去掉去掉。十。然后，好不好？大小玩都要拆开打。先打个大娃，让他们以为队友有小娃。小娃先出去的话，人家就知道你有大小王炸。要不起。六。啊，现在可以打单排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再来一个。我现在直接小王都可以破掉。啊，应该是没有人有炸弹了。对子都下去 ，K 还比较大一点。直接炸一炮，然后就挂托管。哈，这个生意太好了。这一把如果赢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晋级吧？刚才我是赢了一把了，再加这一把赢了两把了，哎，这下排名第四名了，晋级。现在是第二轮决赛，哎，应该就是有三轮吧？哇！一开始就有名牌啊！不想，不加倍。三个一，三个二，大小王，没得打呀，对吧？有投降了，直接投降了，不打。五六七，三四，好的牌，怎么谁都敢名牌？给我再来个超级加倍。反正就随机打了，基本是输了。大牌都在他手上，怎么打？就是一单一张张拆着打都打不过他。他出个 K 都能把我压死。我是没出牌的机会呀、啊！我要是有出牌，我直接三个三个打。但我随便出一个三个就被他压住，三他有三个尖。不要。现在我的分数是1314，豆子3.672万。这个分数还挺那个，就是1314。那520不是也刚过要没多久，我就来个1314。啊，儿童节又快到了。连队，要不起。现在是先等个输吧。K， 不要，不要。勾，勾最大。他直接一个二压制我，没人能大过他的牌，除非能炸他一炮，然后给我过一下就好了。这把是真的是没办法赢啊！
现在只能拼啊，反正都是输了，能来几个好牌就来几个，来不了大不了就是第七第六名嘛，对。都是打对子，气死了！又打对子，就不能打几个好的牌让我过？啊，没得打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这两把没救了。啊，这下是彻底只能拿第六名了，我分数已经负了多分。最后再打一把嘛，最后一把直接明牌算了。这个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打个八，那刚才过，哎，这么好啊，是不是真的要让我过一下？哎，不要了，哎，你要让我赢就让我赢嘛。再见，赢的希望还是有那么一点的，我觉得再来一把，这个应该是都没有了吧。哇，这个都有啊，你也太溜了吧，了不起。单双都不过的，打个单盘还是打个一对子，还是等待就要打二，太过分太过分，不要，看你还能出什么牌，三，让我勾去了吧，六，应该可以去个勾，应该是两个对二呀，应该赢的比例还会大一点。直接打两个二，你们谁能过得去吗？我去了，你让我的原来居然留了个王，现在背书一千多分了，这打的，我现在还前进一米，哇，居然留了一手这么好的牌，大家好像的牌都差不多，都可以打连队。就这么一把被打输了，哎，如果他有两张单牌基本输了，我付了19000，好吧，这期就到这里，获得第六名，谢谢大家欣赏。